过去啊，不下礼拜休息。他抓饼箱起来，抓饼来，大锅先来，冲抓饼。我猜，冲抓饼搞啷个起来？我来买。门牌号码十一号。来，蔡老贵，现在能不能挂过来？虾仁卷好像没了哦。花枝条，花枝条，花枝条今天有吗？啊？会一条？无啊，无啊。叫你上边来啦。啊，无啊。这样声音变得很清晰，是不是？鲑鱼，鲑鱼刚刚有，鲑鱼哦。菜啊，这葱抓饼一包一百块，老妹，我买一包的无？无哦，无我捧到好，抓过来落。龙虎斑、石斑，今天没九斑哈，没有石斑。这是什么馄饨还是？馄饨怎么卖啊？150，两盒150。两盒150啊？要不要？两盒好了。在旁边的客人，你们看不到，拍给你看。哎呦喂啊！坏了坏了！好，这是也是干锅了。哎，你就死人去啦！刚刚一箱尔上锅，你去外口问看卖，怎么上锅了？上贵一点点。哎，而且现在四个客人啦，哎，贵够你啊，四个上你啊，拢无爱摊到半死。一箱卖了摊到五十块，五百嘞，五百块。Thank you.
你要抽我一分是吧？来抽给我留一分。会来拿吗？会来拿，这数满要。数满今天很快就下班了，你要早点来拿哦。哈。对，整个下个礼拜整个礼拜都休息啊。七日乌日游，这个礼拜星期日乌日还有，下个礼拜就休息。
在乌日火车站前面。而且现在要救三人给你了，你要细只哦，用煎的袂柴，大只煎的袂柴，你细只哦，马刚弄。而且现在姜尾三只直接放了，开两百，姜尾四只哦，姜尾四只哦，姜尾四只，那我开了是开你八百、七百、六百，变成四人、三人给你，五百了。来，搁有无？这阿公啊嘛要一个。阿公啊。阿公啊。我带你去往耳腔买啊。郭宇伟，你要是不是？来，阿松，郭宇伟包起来，有人要，等一下过来拿。虾仁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没了，太晚了，下次不要睡那么晚。阿公阿来，阿这边阿姨要不要请我？阿甘就是切糕。好，苏满郭玉伟帮你留了哈。秦桂，那个共和路十一号，嘉义市共和路十一号。都没有了哎，我们是该我发个相哎，红干，还有人啊红干，我让哎红。你干嘛看我？你干嘛看我？你以为我会开车吗？今天没有。阿宝贝，北贝好像是有。五谷鸡腿哦，牛奥良哦，是不是？贝虾，贝好的，还是阿良？更难哦，对吧？阿友应该没有了。没有了。牛奥良鸡腿还有吗？正强将的那个五谷，哎，五谷鸡腿，我看一下，够不够的鸡腿不？正强将的，那一个品牌，就是一包一包的那一种，一包一只的那一种，包一只，哎，一包一只鸡腿，那个真空包装的那一种。他就一份卖300。那个什么黑来500块。有。还有个现在来500块。500块。黑来500块。还下次个什么来500来。黑来过来500块，下次有没有人要？没有了来。没有，还没有。
他在问的。我跟倒去，你买单二十万安尼安尼。
号就会出现。真的、啊？这位是三位三八不两哎，三位三八，你三位你爱我了。就办了呀。你买了一堆要回花莲了。